他爱花钱又有公主病，又全部包起来，想要卖店来换现金，在真币上磨人精啊！朕的不满 ，no， 却也因此掉到命中注定，招玉明魔来救命啊！原来她是个拜金女，友情亲情放两边啊，豪门目标放中间，当富家少奶奶是迟早的事。两人情路兜兜转，结局如何？接着看。乐在商场，2月14号起，晚上9:00，8频道。